我就知道，你肯定不会那么轻易相信我。殿下，殿下，傅二姑娘，守时而归，幸不负诺。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回来？你来了，蓉儿，你受苦了，想死你了，阿姐。这两日在城中，辛苦你们了。不辛苦，殿下，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我回宫里，芙蓉会提醒司。 殿下都说了，很快会再见。我看这二姑娘，很快就能平安归家了。但愿吧。对了，你今日怎么会来？昨日见你怒气汹汹，夜里还烧掉了那张纸。我还以为，明日东城门，你若信我便来。 你既然要演戏，我怎能不配合？只不过，当时关哥受伤了，我确实心中有些着急。至于烧掉纸，是怕隔墙有眼。关哥是怎么样了？无碍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在演戏啊？我就不能真的背叛殿下吗？殿下都劫狱了，搞不好就会从此消失，我不得另寻出路啊。 因为我知道是你啊，你是不会背叛殿下的。那我这次这么辛苦，也算是为了令妹吧。你不应该好好谢谢我吗？那我替你看凤来仪的账本。啊？就这样？我不是当你的女账房。 只是你们忙不过来的时候，可以交给我。哦。怎么？还是说你不放心把凤来仪的账本交给我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都不怀疑我，我又怎么会不信任你呢？你先好好休息，到时候有你忙的。